这就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吗？大哥大哥，能别补吗？求求你了，我还差几分就上新钻了，求求了，我让我队友来拉我，不打你。那你队友收枪，上来拉你。行行行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队友快来，来了来了，大哥你别打啊。好家伙，人还没看到子弹先到了，一上来就打我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你。不是说好收枪救人不打的吗？怎么还打？他不是故意打你的。这还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是我反应够快，就要去坐下一班飞机了。正当我想着怎么逗逗他们时，这难道就是葫芦娃救爷爷一个接一个？楼上的大哥，别补我姐妹。我收枪了，收枪了。我上来救人了，先不打了，我队友上来了。你们说不打就不打，那我多没面子。我收枪上来的呀，大哥。哎，别这样。大哥，你看我们三个妹子上分也不容易，对吧？你就饶我们一命吧。不容易，那我走。要不你走吧，我喊我队友过来救吗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们了，我走了。你喊你队友过来救你们吧。谢谢大哥，你人太好了。本来我是想走的，可是突然听到，我刚才明明是收枪上来的，好吧？他还把我给喷倒了，气死我！哼，我 M4 啊，我还打不过他喷子吗？这妹子竟然不关全部麦，就在叫嚣，那我就不走了，在这好好听听。喂，你们有药没？没有，算了，我下去捡吧。快走吧，再见到他，我弄死他！这女人真不知好歹，还想弄死我，真可笑！滚，臭妹！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